这个叫什么颜色？我不知道，我得问一下的啊。这个我确实不知道。这个叫什么颜色？新款的树 plus DMI 冠军版。问一下，这个颜色叫啥名啊？知道不？苍颜色啊，苍颜色，苍颜色。大眼哥，你这宇宙最强敌粉，居然不知道什么颜色，不合格。树 plus DMI 冠军版，前脸非常好，非常有质感，棱角分明，你看啊。特别有质感。对，说这个车有不了解了？了解。很多人都在购买比亚迪，看到了吗？太多人问车购买。你看那个服务区啊，很多人在洽谈。就是以前合资车那个靠什么要省心省油。来就是欺骗消费者割韭菜的时代已经过了，看到没？看看比亚迪这个区，看看，老多都在洽谈了，还有二楼，二楼还有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，二楼还有洽谈区。海报，看一下啊，海报冠军版，那是又一个冠军版啊，海报冠军版，头一次看到了海报，这个颜色非常好，这是海洋网的这个主打性能车型啊，配置我就不用介绍了吧，1.3.0平台，电池车身一体化。有哪位来宾丢失一部黑色的小米手机，请速到九号馆总部来确认联系。